看漫画站起来。会讲快，你要玩吗？我要玩哦。快点讲。我在上面讲快，你要玩吗？介绍的是什么课？我们社会课。啊，社会老师嘞？任的社会老师，你们的社会老师因为疲劳过度，所以请假，由我来代课。机器社老师走了。我的名字叫做蔡雅和。你们可以叫我蔡老师。我们要延续上次的课程，翻开社会课本第二单元，我们要上法律。那我画的多高啊？啊，你很强啦！玩手机的同学请出列。完了。哎呦，你们不用紧张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知道这个手机呢，在现代社会里是非常先进的发明吗？要是以前没有手机的话，传递信息会变得非常慢。像以前呢的飞鸽传书，就是因为没有手机，要传递讯息。我现在已经讲解完了，你们的手机呢？先放在老师这里，放学才可以领回去。你们现在可以回座。起立。好了，等等我，我可以先丢吗？好啊。耶！我们都做好一个，还没做好，都想不到哎。是画那个什么样的人？新的社会老师上课有趣又活泼吗？哎呀，啊，连整个纸飞机都可以拥有梦想哎！我恋爱了，啊？你恋爱了？爱上。我担任看漫画的人。
开始了。我在这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超级低头族，我的名字叫做蔡章安。陈浩真，我真的很精卡了，好烂哦。我是高明慈，我在戏中是饰演班长的角色。哦，不用。然后我在这部片里面呢，担任新老师代课老师。好美丽的豆荚，我是陈柏安，我在戏中扮演爱看书的小朋友。我是傅瑶琪，我在戏里担任喜欢上社会课的小女孩。好，我是林佳宇，然后我在戏里面担任的是一个很凶的老师。我在戏里是演着玩手机的学生。